咱弄个盆呗，成薯片的盆。你现在捞一下，你现在捞一下。你要录视频？录、嗯、了。现在，咦，咱怎么说的？你现在捞一下，这多一斤。你现在捞一下，现在捞一下。现在已经快九分钟了，薯片应该可以了，你看好了，可以可以，捞好了，你尝尝，图片拍一下，图片拍一下，啊，图片让他们拍一下图片，我拍的，他们拿着，我拍图片，8分30秒，炸了8分30秒，那你搞多少？那您拍吧，我给您转，数了吧，拍吧。我拍视频啊，我拍图片。对对，你拍一图片。扔出来以后，你放在那传着。这不是调过味了吗？要放在一起吗？你水蒸就吃不来。这不应该吗？哇，这个是。我不感觉。这我落地炸的应该比较好点。二哥，我是变黑了，兄弟。再放上去。我变黑了，太高了啊。刚才那都是黄色的，颜色很好看。真的不是软着的，八分钟时候就吃的挺饱的。我用烤地吧，小弟再炸一锅。没有了，你看它变黑了。没有了，五十斤。拿一点手绢儿。金针菇炸了。金针菇烤吧，烤吧。